他的案，那个相片哦，我给他当场照上面哦。拿到蔡桂宝将代表幕后的所在笑清气，台南镇长赵信雄就伫民进党婚姻馆长参选人李正陪同下，做伙举办一场的记者会。确实是，脚踏实地为台南镇，干那只要爱进步，台南爱发展，吼、哦，咱是徛伫安尼吼，啊，拢伫甲幕后，啊，今日来开这個记者会就是讲，我那从一块菜园一步，咱厨房要洗洗，我嘛爱清气，吼、哦，咱袂去污染。哦、所以在这个过程，咱是安尼用心在咧经营。台南镇长张信雄将要代表民进党来争取台南镇长的连任，不过就职期间因为粪扫问题被检调收押，嘛成为对手的攻击重点。对此，张信雄除了提出说明，嘛希望用蔡桂宝来将所有无事实抹黑来澄清去。蔡桂宝就是伫咱台南出产的吼，咱就从这个蔡桂宝来把做入咱台南镇的这个清洁吼。没有其他的污染啊！张信雄在休假期间嘛，请有律师身份的李总来做伊的辩护律师。李总表示，因为相信所以愿意来为做辩护。所以讲，我伫遮今仔日除了来再次替咱张信雄、张镇长，伊这段时间以来所受到司法迫害的委屈，以及所受到对手抹黑的这个攻击之外，咱要来给伊声援，那么五万社会会当给张信雄，咱的镇长一个公道。第五合一的选举日子愈接近，社会参选人马龙动起来了。不管是强调清气选举，也是推动乡镇进步，镇长的政见选择权，也是交予所有乡亲家己来做见证。记者陈心畅报道。